联集跟交集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综合练习的这一题啊。那所谓的增减体重百分比，其实这一题主要是判断什么？判断他的体重是不是标准？那怎么判断他体重是不是标准？那各位可以看到，那个主要针对那个他的椎栏里面有个增减体重百分比。那所谓增减体重的意思就是说哈，他跟标准体重相比之后相差多少？那比如说呢，像这个是27.6%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他要增加他原来的体重，要再增加27.6%。增加27%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他怎么样？应该过瘦吧？要增加27.6%哈。那另外如果负的话，负八的话，那表示他什么？过胖，要减，其实就减，要减肥的意思了哈。对。就像我最近也有点发福了，所以昨天来到这边就骑脚踏车哈，就绕一下那个台南，顺便观光旅游一下了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判断什么，他的体重到底是标准跟不标准。标准是在正负5%之内，如果不标准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正负5%之外的话，那就是什么过胖或者是过瘦。 OK，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判断逻辑啊？这个逻辑就比较不好那个就是如果你用刚刚那种两重逻辑就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可能如果我今天以那个不标准当判断的话，那不标准是一定是什么？它一定假设画个那个一定是在这条线是5%，这个滑鼠5%以上，这一条线是负5%以下，这有点不平，所以画起来有点歪歪的。那这个上面这个5%以上跟这个以下，这个以下的话是过胖，这个以上是过瘦，中间这一块呢才是标准的。所以这样的逻辑变成什么？上面的跟下面的它没有交叉的地方，所以会有两个可能。那这个地方你就不能用交集，而要用连集。连集的话在 Excel 里面是用偶尔或，那如果交集是用 and 是交叉的地方。那以这一题来看其实这两个逻辑用 and 或用偶尔都可以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用偶尔的话可以判断什么上面的跟下面的有没有啊？如果 and 是交叉，就是说如果说它怎么了，这个以下而且这个以上的话还是有个交叉的地方，那就表示标准。所以这一题基本上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用什么用连集用偶来做，一个是用 and 来做，都可以做得出来，只是那个逻辑观念那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做备注插入函数。那我用 if 来判断， if 什么呢？增减体重百分比，它如果怎么样假设我们先用偶来做或可是问题格子只有一个，但是我要判断两个，一个是过胖，一个是过瘦，一个是过胖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特别注意一个逻辑有没有，如果你要放两个，比如说 and 如果你要用偶尔，记得前面加一个偶尔，当然你也可以用额外插入函数啦，不过我是建议，因为这个函数很简单，自己打上去偶尔前括弧。第一个逻辑告诉他，如果追是假如说大于什么，大于5%，第二个逻辑中间加逗点，一样是这一式，如果小于5%，两个啊，特别是我这字有点小啊，这边是偶尔，先打个偶尔，前括弧，这一式如果大于5%，逗点啊，这中间加逗点。那如果未来你有两个以上的连集的话，那你可以再加逗点，OK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两个条件。
接下来如果这两个其中一个为 true 的时候，那就是不标准。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什么输入不标准啊，反之的话呢就是标准。OK， 好，然后反之就是 false， 就是标准。好，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啊，主要这个关键在这里，连级的意思。按确定，那你会发现不标准，向下填满，只要在正负5%之外的都是不标准，在正负5%之内都是标准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做完之后啊，其实各位可以试试看啊。哎，如果你用 and， 假设啦，刚刚是用 or 对不对哈？如果你用 and，and 是什么呢？哎 ，or 是连级，就是他们没有交叉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用 and， 可不可以做出来？其实也可以啊，刚刚讲过嘛。不过判断的依据哈，就是要颠倒判断标准的。哎，什么时候判断标准？就是插入函数哈，你可以用 if。然后那个逻辑图是 and， 好，所以打一个 and， and 前括弧，如果这一次呢，哎，它怎么样？我要交集交叉的地方，它怎么样呢？哎，小于，而且要等于5%，5%也算哈、哦，算标准的，哦，逗点交叉吧，哦，这个以下，-5%以上，哦，所以第二个是这一次，如果是大于。等于，哎，-5%以上，交叉地方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那个交叉地方，那就是什么？它有交叉到，就是交集 ，and 是交集的话，那我们就什么？就是标准，反之就是不标准。OK， 好，这样应该看得懂那个逻辑叙述吧？哈，两个做出来结果一不一样呢？其实你按确定哈，向下填满，哎，你会发现做出来结果居然一模一样。哎，各位不用惊讶，因为本来就是会这样。很多的题目哈，你逻辑不同，但是结果啊，有的时候因为我叙述也许用或。哦，那我也许做出来我啊一个是用 and， 可是结果还是会一样的、啊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在了解所谓的用 or 跟 and 的差异哦。好，那请各位就是看一下那个我们逻辑的部分哦，逻辑刚刚哎，说这个图啊我没有补上，这个可能要再啊、哦，这个可能啊我原来基础课哈、啊，可能想说这个会在进阶课讲。所以这个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大概先了解一下。所以在讲义里面哈、哦，可能没有，那没有关系啊。如果说你要，得到那个就是更多的讯息哈、哦，我刚刚讲过，在云端上面也有。所以云端上面哈、哦，如果说有些讲义里面没有的，那你想知道更多哈、哦，其实，在云端。啊，我刚刚讲那个，我们刚刚98QTAK 那个 GO 的那个连接里面，一样有个云端白板，一样有逻辑函数。好，逻辑函数里面的话，哈、哦，就会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程式码。这个里面当然哈、哦，除了说，有刚刚做最后做完的东西之外了，甚至里面还有所谓的 VBA 啊，去的话，这上面也都有答案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把那个刚刚就是试一下哈、哦。那这个地方。